欢迎大家收睇 One Music Factory 精选乐器频道，我哋一齐听下咧今个星期有咩精选乐器可以推荐俾大家啦。如果大家唔想错过我哋嘅新片，记得咧去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并且揿隔篱嘅钟仔，咁随时可以 follow 我哋最新嘅片啦。今个星期咧嘅精选咧就系为打鼓界人士而设嘅 Free Drum。如果咧你都想为一个咧流动性大、体积细小，并且咧让你咧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到鼓咧，咁我谂咧 Free Drum 咧可以帮到你嘅。而 Free Drum 咧，顾名思义咧就系唔需要有任何嘅鼓件、任何嘅设备或者 practice pad， 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咧去打到鼓。嗱 ，Free Drum 咧佢有两个唔同嘅 set， 一个系 starter kit， 一个系 complete kit。咁咧今次咧我哋就要同大家介绍下 complete kit 啦。Complete kit 咧就包咗原装咧7A 鼓棍，佢有原木色，亦都有黑色，并且有四个咧高敏感度嘅陀螺仪嘅 sensor。sensor 咧采用咗 ABS 咧扩充物料制造，而体积咧只系咧鼓棍嘅1/5，而每一个 sensor 咧都包有咧原装嘅配件同埋充电线。而 sensor 嘅电池续航力方面咧，佢只需要咧充电1小时就可以用到咧14个小时噶啦。而 sensor 嘅 LED 灯，佢会以唔同嘅颜色去显示佢唔同嘅状态。LED 灯方便用家识别，尽显瑞典人设计细心位。介绍完成个外形啦，都同大家简单咧介绍下佢嘅操作。你只需要3步，第一，你只需要咧先将咧电池充电，并且将 sensor 咧绑喺鼓棍同埋脚背上面。第二步咧，你只需要将 sensor 咧连接到咧 Free Drum 嘅专属嘅 apps。最后咧，玩家咧就可以透过你已经连接嘅 apps 咧，就进行你嘅打鼓嘅体验啦。而且咧，玩家咧可以咧使用任何嘅耳机啦、音箱啦，去进行佢 output 嘅状态嘅。让你无时无刻咧可以喺唔同嘅场景里面咧去体验打鼓嘅乐趣。至于鼓键方面咧，其实 Free Drum App 咧佢配备有多个嘅打击嘅区域嘅，咁有 Snare 啦、Bass Drum 啦、Hi Hat 啦、Crash Cymbal 啦、Ride Cymbal 啦、Four Tom、High Tom、Middle Tom。好，事不宜迟，等我哋简单示范俾大家睇啦。今期就讲到差唔多啦，咁希望大家中意啦，拜拜。